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是第一次迟到，我跟你说。哪有呀，何老师？之前看您的节目，您经常迟到的好吗？那，好好好，我请客，老规矩啊，我请客。这还差不多。大家好，欢迎回来，不温不火。So温 so hot，温哥华最接地气的美食节目。大家好，我是 Jessie。哦，欢迎 Jessie。话说回来，何老师，您这家 Mac and Mean 选的真不错呀。您怎么知道我有选择性困难症呢？我当然知道你有选择困难症了，所以我特地选了这家啊。也许大家啊好像不清楚为什么这家是这个选择困难症的这个患者的福音啊，因为他的菜单里啊只有两个 menu 你看了对不 对？一个呢是 light 版本的，还有一个呢是 chef 版。chef 版本呢那就是比较 fancy 一点，而且 dish 也会多一些。那这个 light 版本呢就是很少，但是他这个两个菜单啊不是说从年头到年尾都是这样的，他会定期更换。所以大家可以尝鲜，而且呢来这儿又不用费劲，只可以告诉他哦，我要多一点的，我要少一点的，是不是非常的方便？真的很方便啊。哇哇，何老师，这个菜上的真的好漂亮啊，像艺术品一样。我都不舍得吃了呢。拉倒吧，刚才还说早上没吃饭呢，真是的。哎呀，那我们赶快说吧，说完赶紧吃。这媒体都是很着急吃饭的啊。既然你这么饿，那不如这个碟子给你吃，因为这里面有硬货。这个鸭子肉啊叫做 duck confit 啊，它的这个做法呢非常的不一样。它是在这个鸭子啊生的时候啊，把它放到这个非常低温的油里面，慢慢的煎熬它，慢慢的折磨它，不，慢慢的煎熬它啊。然后等到它马上就要熟的时候呢，把它捞上来，然后用放在那锅里面再咔煎它。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呢，应该是外焦里嫩。果然真的外焦里嫩，有股很浓的鸭子味啊。那刚才你蘸了那个酱，你有尝到是什么酱吗？好像是豆子做的吗？哎，你只猜到了这个故事的开头啊，却估不到结果啊。它这个豆子啊是扁豆酱。哦。其实好像很少有见到扁豆酱啊，我觉得还是有特点的。以前我还吃窝豆，哎呀，那位吧，那个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啊。哎，你知道那个紫色的东西是什么吗？卷心菜吗？你来过这家店吗？没有哎。哎，确实是卷心菜。你猜它里边加的是什么？我觉得你可能要切开了才会知道。原来这个菜里面竟然包的是鸭肉哎！菜和鸭肉还有上面的 cheese 混合在一起，能吃出非常多不同的口感。原来这就是国外的一鸭两吃呀！哎呀妈呀，何老师，你这是什么？我这个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菜 chef 送上来的时候说它是无名菜，我可能要尝一尝才会知道了。不过我觉得现在小姑娘厨师太有风格了啊，都是一套一套的啊，都是套路。我跟你说，我要回农村。让我想到了，在国内吃羊肉，街边吃羊肉串啊，吃鱿鱼啊，不知道你们那边在有没有？我说我们那边在有，那个以前的那个感觉了，再加上上面的一些这个日式的海带丝啊，还有这个酱呢，就是墨鱼汁，非常有意思啊，黑色的，我也第一次吃，感觉还不错。哎，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你猜是不是土豆？尝一尝吧。看看现在小姑娘。到底啊，能不能有一个 sense 啊？吃的都是什么？这个好像不是土豆的味道，是不是萝卜呀？萝卜，我来尝一尝啊。嗯，很像萝卜，但它应该是甘蓝。哦，嗯，所以哎，不过差不多了，反正都不是肉类的食物嘛，对吗？对，我觉得还是你鸭肉不错。来尝一尝吧。好，哇，何老师，我最爱吃甜品了。哎，这里我得小考验一下啊，你要猜对这个甜品里的两样东西才可以吃。好
好吧。怎么样？好。很有难度啊。这个红红的应该是果酱吧？是果酱的，不过好吧，好吧，算你对了。那太 general 了，不过好吧。这个白的，哪个白的？是刚打好的蛋白吗？这个。哎，你也是经常去吃法餐呢，是不是？猜对了。哦，一看就是，不然的话应该不太知道这种东西。他这家店呢，这个 Mark and Min 他两个人是大厨来着，所以是按照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另外这个 Mark 呢，他原来也是在这个 Pigeon 里面做大厨，这非常有名，在中国这个 Chinatown 里面的一个餐厅。所以两个人呢，他们是把中日料理呢，结合了，就是主要是法菜，但是他们放了一点中日料理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它不算是 fusion， 但是呢是有一些中日的文化的影响在里面的。原来如此呀！所以还是大有文章的，在这开了一家小小的店，哎，大概有八九张桌子这样，所以说非常好。哎，不过我好像话也说太多了，那我们赶紧尝一尝。今天好满足啊，好好吃啊，这甜品。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不温不火 So Win So Hard。 那如果大家对于目前幕后的这个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留下你的微信号与我们联系。好，那我们下期见，拜拜。